因为今天很特别，是假装在智利的感觉，然后是一种旅行的感觉，所以蛮特别的。然后我们选在贡寮附近的海边拍摄。就小女孩的话，就是要多多照顾她的情绪嘛，然后多多陪她玩，然后多多熟悉一下，因为今天好像是她第一次拍广告，所以比较紧张一点。接到这个代言的时候是非常意外跟开心的，因为之前我在香港还有我在韩国都常常喝这个饮料，然后没想到台湾也要进来，对，所以很开心可以透过我介绍给所有台湾的朋友们来一起分享这罐饮料。Yeah.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不要勉强自己，我觉得是最有 feel 的。放松啊，应该是待在家里。然后计划，最近还在看剧本，毕竟我已经忙了快2年，都真的没有休息，所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对，就是休息一下，充实一下自己。